请观赏七色桥。老子，我有信心，我一定能够走路。老天，你一定可以站起来的。老子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喝一杯。好啊。老郑，坐下来吧。不，我站着就好，我站着就好。老郑，你别客气了，这么多菜我们也吃不完，你坐下来一块吃嘛。没关系的，来呀。哎呀，没关系。主人在我们下人好，是恩主，我们下人要知道分寸。老郑，什么主人下人呢？你是从小看我跟常石长大的，你是我们长辈，不要拘束，坐。好好好。
坐下来一块吃嘛。你又来，要么不把这肚子咽了。老大，我敬你一杯。那不敢喝。坐，谢谢啊。大少爷，您出来天天局的那个吧，真把我吓了一大跳。 简直活生生的就是老爷的翻版。离开家乡20多年了，这走的时候啊，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出来就回不去了。故乡，故乡，故乡在我们的梦里。 来，再喝一杯。 你喝太多了，我今天酒兴正浓，让我多喝点吧。好，这准再喝半杯哦。好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老赞，再给我倒半杯。好，半杯哦。江南江北旧家乡，30年来梦一场。 无怨宫闱惊冷落，广陵台，殿宇荒凉，云龙远袖愁千片，雨打归舟泪满。这是什么啊？好亮哦，又漂亮哎！你看，你看，有好多好多的颜色，一座桥。啊，对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。 有几种颜色耶？那是彩虹。哇哦，又弯又大的，像一座桥哎。嗯，对，就像一座七色桥。嗯，月亮公主，我们住在七色桥上面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哦，可是我们要怎么爬上去呢？我看起来好远好远哎。嗯，这个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找到一个。 可以爬到七色桥的梯子，我会在上面盖好我们的王宫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就可以永远快乐、幸福地住在七色桥上面了。懒猪起床了。刚才我梦见了银河。 梦见了一个扎的小辫子的小泼妇，啊，他欺负你了吗？啊，他好凶啊！他不让我跟嫦娥一起玩，还打了我一个耳光。你醒了还说梦话，耳光是我打的，嫦娥可不是我哟。嫦娥是神话里的仙女，你是我真实生命里的仙女。好了，该起床了，你看外面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出去走走。 好啊。乐天，摔痛了没有？没有。 疼吗？疼就好了，这两个腿好像不是我的。来，哎，黄大哥，黄大哥，我来看你了。来了。你的开心果来了。黄大哥，你今天摔了几跤了？我都摔在长直身上了。你别说嘴皮。 玉山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把黄大哥扶到屋里去。哦，好，我来。哎呀，哇，不动啊！还抱着动吧。
呀，我这一个人两个手又能鱼又能螃蟹，你烦不烦你？我不烦呢，你把他给弄起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大少爷跟大小姐跟我说话都客客气气的，你怎么跟我大吼大叫的？你赶快抓呀你！哎呀，郑妈，老郑啊，今天来了好几个朋友，要麻烦你们了。好好好，你放心吧。小江，那里面有盘子，你拿去装你带来的点心吧啊。乐天，休息一下，喝杯热奶茶喽。还有啊，哲尚带来的小点心，是自己烘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又喝茶了，哦，是三点了。赤壁和立三呢？他们俩在玩象棋，拼个你死我活的。立三是象棋王哎，很少有能够赢他的。那赤壁不是要碰一鼻子灰了？那可不见得，赤壁也有一套。哦，我倒不知道赤壁的象棋下得这么好。今年写的顺利吗？来了海边以后啊，对我写作帮助很大。难怪中国人说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。面对这片大海，我觉得心胸都开阔了，下笔也更流畅了。我每次在审稿的时候，就觉得文章的美和智慧深深吸引住我，这是一本很了不起的著作。如果没有你木子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我，也不会有这些文字。我常常在想，我这次受伤反而是一种福气，打开了我人生的另一扇窗子，让我领悟了生命更奥妙的哲理，更丰富了我内在的精神。我很高兴你能够做一个精神的播种者。何必播种，种子本来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我写书只是尽一个做人的责任，写出我的人生观，并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欣赏，这是我最真诚的感受。你不愿意人们为你颂扬吗？不是不愿意，只是不值得。炫耀的结果只会干扰了平静的生活，你们说是吗？姐，我终于赢他了。恭喜你了，子里立山可是个棋王哦，还败在你的手下。怎么可能不输嘛，他的象可以过河，理由是因为象有腿，还比我多两条腿。他的炮可以不用电子就吃子，理由是炮弹飞出。这更气人的是，他的士居然可以从框框里面跑出来。这因为他说，因为啊，我黄大哥说士是读书人，读书人要走正路啊，所以我的士呢，当然可以正大光明的走出来啊。这种棋你说怎么可能不输呢？谁让你以为你一定能赢我的？你敢不敢再来一盘啊？算了算了，输了就输了，赢你也没什么面子，你是女孩子哎。哈，你终于承认我是女孩子了吧？我还以为你从来没发现呢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到那边去画画吧，不要耽误了洛天在这写东西，走吧。黄大哥说，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。你看这风景多美啊。对啊对啊，我喜欢山也喜欢水。你更喜欢玩。喜欢玩有什么不好，只要是健康的活动，比如说看看山看看水的。你看吧，我老姐多有学问。哎，这里啊，我们到市场去买一些个新鲜的鱼回去吧，你黄大哥最喜欢吃清蒸活鱼了。好的。
没有想到是我吧？你什么时候来？我来很久了，这里很热闹，这么多人陪你。我去，这是干什么？你是怕我伤到你？我怕你伤到你自己，把刀给我。你干什么啊，小翠？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？这会流血不止的。你看得见我心里在滴血，我心上告诉你实话。为什么你不心疼？看不见我心里在滴血。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，我只能把你当作我的妹妹，你需要我，我会尽力而为。但是这不是爱情。爱我，你也爱，为什么不让我爱你？我好希望你是像莫长青还有莫青一样，随时陪伴你身边。就算我放弃了大王的英国去，但是为了让他们姐妹俩有这么多机会接近你，引诱你。哎呀，你误会他们了。长青跟赤丽对我是一片好意，我非常感激他们。难道我对你不是好意吗？刚放下电话，就是来跟你忏悔。是我叫人杀你，你让我太痛苦，太痛苦了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恨我吗？拿去，你可以杀我，你现在心。胆小，你不敢杀我，也不敢爱我。没关系，我今天是下定决心要来跟你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，或者说我们一起殉情，你会明白一点。殉情？爷，我舔舔我。鱼本来就是给人家吃的嘛，要不要买两条？丽珊跟哲香呢？他们俩应该在那边等了。哦，哲香玩的还好吧？谢谢你，超叔姐，我们玩的很愉快。喂，丽珊，不要忘记了，那个是要给你哥哥签的，记得告诉你哥是我要给他的。知道啊。来。陪我跟黄大哥在一起会很无聊吗？姐，他一个男人住在一起是什么滋味啊？我被你问住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姐，你会不会怀黄大哥的孩子啊？如果你们生小孩，那个 baby 一定漂亮的不得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姐，我是你妹妹耶，你干嘛在我面前装假嘛？我跟黄大哥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怎么可以？我跟他又不是夫妻。哎，可是你不是要跟牛头马面离婚了吗？你不是为了黄大哥什么都不要了？他是答应离婚了，但是要满一年之后我才能获得自由。现在我的名义还是牛太太。哎呦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你现在从头到脚都是黄太太啦。赤丽，你可不要在黄大哥面前胡说啊！我跟他只是两个在精神上相互依赖的人。精神上相互依赖，姐，你的思想比我老了一个世纪。要是我是你的话，我早就不顾一切的投入他的怀里，拥抱吧，大海。好了，赤丽，不要再拥抱大海了。刚才你把鱼送人家，我们再去买吧。好。
没有遇过像你这么好的。我不像个人。来了，哦不，我应该叫你洛丽。今天晚上留在这里吃晚饭。你不需要对我讲客气，你心里明白，我不是黄洛丽，你还是叫我小翠。奇怪了，是你自己说你是黄大哥的妹妹啊，自己取的名字叫黄洛丽的嘛。好，我们先把话说清楚。啊，来，妈妈，小翠到底是你妹妹啊？我总觉得她跟你一点都不像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割得这么深。我是故意割的。故意的。为什么？刚黄洛天什么都不让我说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想应该好好谈一谈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黄洛天受伤，是我找人杀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是黄洛天告诉你的，还是你老爸告诉你的？我就知道他们不会保守秘密。都不是他们告诉我的，是面店的苏老板。苏老板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洛天是在他那家面店的巷子口被人杀伤的，后来他想起来，看到你的朋友小王神色慌张地从他面店经过的。他只不过是怀疑，并没有确实的证据，你只不过是想吓唬我。如果我想吓唬你，我就不必要等到现在才对你说，对不对？他如果知道，为什么不去报警，反而来告诉你呢？他来医院看洛天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，他本来是想报警的，是我要他不要去的。这倒奇怪了，对于谋杀黄洛天的人，你会对他这么宽大吗？不是宽大，而是一来没有确实的证据，二来我不想把你牵扯进去。说来说去，你是想保护我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感激的痛哭流涕呢？我不这么做，倒也不全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元德，还有我的父母。小翠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应该彼此伤害的。是你先伤害我，为什么穆立强要告诉黄洛天，说我是他的妹妹？为什么要让我遇见他，却又不能爱他？是你先伤害我，为什么穆立强要告诉黄洛天，说我是他的妹妹？为什么要让我遇见他，却又不能爱他？他们撒这种谎，居心何在？是为了打发黄洛天走，顺便也一起赶我出国？还是他们杀了黄洛天父亲的情妇和女儿，并吞了黄家的财产？过去的事情，我一无所知。我也不想追究。回顾过去，自怜自怨，是多么愚蠢的事情。好的，穆长子，你跟黄洛天同居在一起，同床共枕，你当然可以说这种漂亮的话。而我，更爱他更深，却曾跟袁德那种白痴在一起。我能为他死，你能吗？
你舍得割伤你那双白嫩的少奶奶手腕，你美其名要来照顾她，其实还是带着老郑他们来伺候你。更可恨的是，黄若丁根本没有残废，你欺骗了我们所有的人。小翠，您误会了，你不必替他解释。黄大哥，这个海螺可是你说要送我带回家的哦，你不可以黄牛哦，我来这里了。啊，你放了，我骗你。你不需要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是不会伤害你心中美丽神圣的牛太太。不是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问你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。谢谢你的好意，看着你两个那恩爱的模样，我怎么会有胃口呢？我要走了，不过我还是会想你。看到你现在这么健康的样子，我的罪恶感也减轻了很多。毕竟人生还是有很多希望的。小翠，小翠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帮我带两条鱼回去给我妈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不会回去家了，要带。喂，你少说大话了，每次说不回去的是你，不亲自来的也是你啊。小翠呢？小翠，你刚才跟小翠说了什么？我跟她说要把我们当成一家人。哎，我看这也是白费功夫了。小翠对穆家人的仇恨心理也不是一天造成的。洛天，帮助他。我知道小翠很在意你的话，她会听你的，毕竟她是你妹妹。小翠并不认为我是她的哥哥，从一开始她就否认了。可是她确实是你的妹妹啊，我的父母已经亲口承认这件事了。坦白地说，我并不认为小翠是我的亲妹妹，我跟她之间没有那种血亲的感觉。或许这是你的偏见，因为你们从小生长在不同的环境，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。洛天，我相信你有能力来改变她的，就像你改变自立一样。长子，对小翠我是无能为力。亲情的关怀对小翠很重要，我们不应该放弃这种努力。长慈，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的关心小翠，我也关心小翠，可是我无法跟她沟通啊。但是她是你妹妹啊，你从英国回来不就是为了找她吗？小翠不是我的妹妹，她不是我的妹妹。难道你也相信小翠说的话？小翠跟你说了什么？他也不承认他是你妹妹，他把你当成了他的偶像。你为什么还要逼我？因为那是错的。你凭什么说那是错的？我相信我父母亲说的话，尤其是我母亲，她绝不会撒这种谎的。我知道你们都深爱着小翠，但是小翠并没有玩弄人的感情，所以我只好相信承认小翠是你妹妹，一定是希望你把她带回到英国去，这样缘分或许有回头的希望。那就让这件事情变成个谜吧。我可以把小翠当作我的亲妹妹，可是她也要先把我当成她的哥哥。我只是受不了她无理的纠缠。今晚吃什么，好妹妹？今天吃海鲜大餐。海鲜大餐啊？对啊，有酱爆螃蟹，还有六鱼片哦。还有鱼羹汤，就在这里了。对对对，今天比较忙，是不是刚开始嘛？总是要努力一点啊。不过谢谢你们两个帮我夹菜。别谢我，谢谢穆长师的。谢他？为什么谢他？这一桌的菜钱啊都是他请的。真的？嗯。本来我要付的，他不许。他要你多吃鱼，劳力，你太辛苦了。他是这样说的吗？嗯，我作证，他确实这么说过。你还是用很温柔的声音慢慢说说。穆姐姐啊，就是这么体贴的人，让人真的有感动。感动？我看是可惜吧。小伙，你懂什么啊？别胡说了你，这么好的海鲜大餐啊，特别是你喝点酒。哎。
你们两个去，他应该开心一点吧。还有你黄大哥啊，他情况怎么样？哎，你今天帮他做些什么啊？我帮他审稿的时候，我发觉黄大哥真是一位有思想、有见地的人。他的确是这样，不管在哪里，都是最好、最优秀的。我搞不懂哎，像黄大哥这么好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和别人结仇嘛？也许就是因为他太好，所以才招人妒忌。一个有智慧的人也会被人嫉妒、被人伤，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吗？根据统计，凶杀的发生多半是为了钱财，要不然就是为情。我看黄大哥被杀也脱不了这两件。胡说，黄大哥怎么可能和钱财有关系？嗯，撇开钱财的问题不谈，那就是为情。不可能。姐，你太崇拜黄大哥了，就是圣人也难免有缺点。如果我是他，碰到这么脱俗美丽的穆姐姐，我也会。穆姐姐跟我说，她照顾黄大哥是基于深厚的友情和爱他的才华。可是外人会明白吗？穆姐姐是有夫之妇哦。哥，你最了解黄大哥，你应该比谁都明白，他和穆姐姐之间的感情是纯洁的，是高贵的。我当然相信他跟长子之间的感情纯洁高贵的，但是立山说的也没错，外人岂会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呢？难怪他们要远离人群，他们的脱俗和超然，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了解的。姐。你又在美化人生了，再高洁脱俗的人啊，还不是一样要吃饭要拉。你敢在饭桌上说那个字？不敢，我当然不敢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要去哪？奇怪，我去哪要你问呢？少爷，是老爷吩咐的，他还说你最好不要出门。去你的！要你管，关你屁事儿！妈，用不着对阿凯那么粗声粗气的，他有他的难处。哎呀，他就是少跟您欠骂了。妈，你有没有钱借我点吗？你要出去啊？嗯。上哪儿去啊？哎，我这么大的人又不走丢的，你这个也问那个也问，好像我是三岁小孩似的。那是因为你才保释出来。你爸爸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出了什么事。你有钱就快给我嘛，我要去找我老婆了。元子，小翠走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她不爱你，她也不愿意做穆家的媳妇，你为什么还没想清楚呢？那是她说的气话，活得住你们活不住我，只要我去找她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你爸爸还不希望你出去。妈，你什么时候也把他的话当一回事了？你不是眼中一直没有他的吗？啊！现在你口口声声你爸爸，你爸爸，你这么说你变不变扭？他是你父亲，我不希望你不尊重你父亲。以前或许是我错，我一向很疏远他，但是那是我们俩之间的问题。我不希望你不尊重你自己的父亲。妈，你现在来跟我谈亲，不嫌太晚了吗？我跟他之间已经不可能再谈什么尊重，再说也不需要什么尊重。不，不晚，任何事情只要有心的去做，都不会太晚的。你爸爸他已经在努力做了，给他一次机会嘛。毕竟你们是父子啊。父子？哼，在他眼中只有牛振硕才是他儿子，我算哪一颗葱啊？父子偏心，这是谁都不能抹杀的。这次你出事，紧要关头的时候，他不是也出面了吗？哎呀，我的傻妈妈，你还不是普通的单纯呢？你不是最了解他有几斤几两重的吗？要不是为了姐夫想当什么狗屁基金会的主席，他管我去死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不扯了，我走了。你上哪儿去交代一声总可以吧？你爸爸回来的时候，好像还知道了。我去找黄老天了，我要把他跟小翠之间的关系弄清。姐姐一左一右的服侍着你啊。
要是被那个牛头马面看见，还羡慕的眼珠子都掉下来了。我也觉得我是最有福气、最幸运的人。司令，喝杯水。我不喝，把你抓螃蟹。司令的个性就像小孩，有的玩就好。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每天快快乐乐的。谢谢你啊。从我们来到海边，你一天比一天更漂亮，更吸引我。但我很难不看着你。谢谢你的恭维啊，我以为啊，在你眼中我是披头散发的黄脸婆呢。那你就是最漂亮的黄脸婆，你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那么真实。我希望中的牧场时就应该是像你这个样子。洛天，我不想在你身心最脆弱的时候掠夺你的感情。掠夺？你为什么会用这两个字？因为你现在所能接触的女人只有我，我日日夜夜地陪伴着你，我怕你会有错觉。我不明白你要说什么。我要你明白，我之所以会在这里陪伴你，是因为我穆家是你在台湾最亲近的朋友。朋友？只是这样吗？这就是你要向我说清楚的。外面有很多无谓的传言，说我们之间有不正当的感情。不正当的感情？你认为我们相爱了就是不正当的感情？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心情。我不是为了要获得你的感情才来做这件事。救起来了，黄大哥。请问你是？哦，我叫阿良，我在这打鱼的。那你没问题吧？我恐怕动不了。能不能麻烦你？没问题啊。你把我当贼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我也是半个主人呢、啊、你搞不清楚啊你。哟，怎么了？这么急啊？衣服都来不及脱就下水了。袁德。谢谢。哎，哪找来这么个傻大哥？保镖还打手？什么保镖？哥，他才不是保镖呢！他刚救了我跟黄大哥，他是英雄。哦，那怎么了？他受了一点伤。什么？这是哪条腿摔断了？
是医院吗？我们家里有个病人，麻烦你派一部救护车来。我们家的地址是……张姐，你大门不关啊？唐大哥，刚刚我掉到海里头去，唐大哥为了救我，结果还受伤了。救护车马上就来了，你快进去换衣服吧。啊，阿良，麻烦你把他抱到楼上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让一下。哎呦，抱得动抱不动，别砸坏了。哎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穆伯伯打电话给我，他担心你伤害黄若天。本来我是想给他一点颜色看看，哼，可是你看他现在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，还需要我费这个力气吗？小白天，你怎么会陪我吃宵夜？你说，你呀，老板，不要生气嘛。白天你爸爸生病了，你念什么爸爸？是孝义。不行，今天我非要小白天不可。我告诉你，他要钱开不下马来。今天要是他不来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们这酒店我永远不来了。哎呀，黄老板，你可别这么说呀！你不来我们酒店，我们酒店就要关门了。是那个老魔头害他的。小翠姐，小王他不会怪你，不管你对他做了什么，他都不会怪你。你去告诉小王，叫他忘了我。我欠他的，我会还他。至少，我会想办法把他弄出来。